市红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公告，根据市政规划，现全面整治经理刘润攀犯输液经营、占道经营的违法行为，让我们共同携手，从自己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共同将武汉市红山区打造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你把这写上。武汉市红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公告，根据市政规划，现全面整治经理刘润攀犯输液经营、占道经营的违法行为，让我们共同携手。那尺子一量，还有多大的面积跟他一量。破三。你那个服务员呢？把门口清一下子，跟你已经说了，常年累月都是这个样。啊，我们这今天进行了这个现场勘验，17/28，按照武汉市食物管理条例第22条的话，到底就是每平米300进行处罚。这是小段量的问题。还有个调查笔录，在这个刚才签个。怎么不签了？以后再签好不？好，你其他的不签不要紧。不办我的，我就等会先把那边办了再过来。莫学的。不要学的。你想不想搞那边？把那边搞好了，再来搞我这边。几块啊？你们都会一起搞的。一起搞，现在搞那边，每次搞我这边的。发脾气。我就是发脾气。这又莫发脾气。我就是要发脾气。我们在文明是吧？过程。每次是搞我屋的。我是搞你屋的呢。就是的。那他还说这个先搞的他屋的呢。你们这三家的存着相互推有没用的？推。不要推的，我本来。知道是要解决的这个事情。每天都是这样。昨天说的还是要那个的。王经理。嗯。你认识的。好，他也在。啊，我们工作呢？啊，你们的工作。店长都在。店长都在。你想叫我名字啊？全名？我天成。王天。天空的天。成是不成的？成功的成。成功的。结果不成功了。这样还好啊，现在。好啥的？已经带上梗塞了，家里鉴定师都在饿着。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。你那个证人有没有啊？有啊。啊，给我看一下吧。不过我没有接过通知单。没有单。没有接过通知单，我给你签个字可以了。今天是首例给你签个字，首次签字。那你今天心情蛮高兴。我心情蛮高兴，但是我这一生完了，今年70了，不一定哪一天都死了。这马上这个地方都是卖举报啊，一套街呀。你们有空跟着我再说。我激动。我激动一些。我激动过。这栋房子，他们搞珠宝。我就不说了，他们违反规定的事多得很，周边违反规定的事多得很，你们城管有权利管他们。好，别慌，我没说完。还没说完，我听到你。我从没说完，你走不成说了。我不走，你走都走不成了。不好说不成嘛。你不好，他怎么听你的？他有他的职责的嘛，妈的！鸡巴之天，老子要吃饭。来，散步。我不会签这个单子，本身我签字。不签。我签掉，不能走。管他，他在院。给我开开。啥呢？妈的，这还得了？你不给我开开，我三张进去了。老子今天叫你报警。我开开。都是每天要对网店来进行一次清理，然后呢，并且下达一定的文书，他一直都还蛮激动，言语方面激烈的。
你这个事情是这样了，几个老板要做一个调查，大致同意他有其他的销售，就说你的有没有条件入市经营，有没得你入市经营，如果周金是10000多，那每天有个基本量在这儿。如果你的销售根据你现在的销售情况，你完全能够入市经营，那后果你不能入市经营，这个我的整治策略都不一样。如果有条件入市经营，那我态度肯定坚定，那我要他规范经营。如果条件不具备，我们还是收到去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就走了，就走了。先事先把他这个经营的水果的类型把它记下来，懂了吗？然后就是在底下，那比如说啊，西瓜、水果、模式，就像我们这个考勤表一样的。好，然后在底下打勾，对吧？三斤几多几多，然后它的价格，这个来买的时候，剩下的时候他都看得到。那把这个再扒了下午吧。九月几号就去啊？九月几号就去了是吧？哎，九月几号不用。1块钱1个，那不锈钢的。你记哪个都会好。这，是原纯牛身上剥下来的牛皮。这一方面，咱两个东京卷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卷。包4年。哎呀，啊，来段包换。来，你瞅，早晚些假的了，就找这个赔偿你。加一赔呗。说话似乎很友好的样子，好像没有什么影响，倒是自己对你微举壮丁有分官网，并且再一次走出天神之路。这是开了的啊。啊，你尝一尝没关系的。人家属于残疾人是吧？挣钱也不容易。带个秤还比较公道。对呀，价格也比别人还稍微低的。那人与韩刚擦肩而过，见韩刚看着，便微笑。这个是12块。你那个给我少了，这个就给你补2毛的。多少位的？交上来的。这个硬币一下子，这个要硬币一下子，好吧？那个找个位置，不，就是说免得他看到你跟你争吵啊、搞么子的，知道吧？斤八两斤的都可以自己估个堆，不需要那么精确。好的，好吧。我已经找个镜子，穿上很漂亮。像这个老一些的，是吧？嗯，找个镜，帮忙找。感谢你了啊！我们是老邻居，我住在这儿。感谢，这都十几年的关系了。感谢，我还当你是干部。这是汉根这儿的，谢谢了啊！保重。买点啥便宜买给你。便宜卖给你，啊，每年都买。我一遇到都找你买衣服，你们两口子都蛮好的，你老婆也总是笑嘻嘻的，你也总是笑嘻嘻的，和气生财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主要是神人品高。你吃药要适当的吃，吃太多药了。他那个药呀，治病他对身体有时候也有点副作用。嗯，我家牛一块，我家牛，你想我家我给你整吗？那婆婆，你是回来啊？你还真的看了，天天看了你。听着。前面有菜场，不过前面菜场。这个香菇的稍微快一点啊。哎，你这几天就不要再来了。检查的，菜也不能别卖，对，看菜嘛，妈呀。快走。
去注意噻，去注意噻，围观。舅舅要求我呀，围观我就走吧。然后呢？他抢你本子？好，我能跟李大说一声，好吧？你先躲下子吧，好吧？我跟李大说，你等一下。不会呀，好，觉得。嗯。李大，请他那里被爹爹发现了。妈的！爹爹要抢他本子，他说他现在跑了。走，来搞紧了嘛。你说现在他们是生活的骡子，我们是工作的骡子，没得办法。你那么能说吗？好，那么能说吧。我带杨局的搞新疆人的摊子啊，你把他喂了。喂。好，把车子开得挺好了，你去，他把他喂了，不让走。以后呢，这麻烦了。记得你。哪里打的？要找身上打，我本子拿着不放，他就打了，打到枪毙了。啊？你帽子啊？你受伤了？就是手上被他抓上，身上打了一下。这个皮上损了，哎，都蛮委屈哦。先休息，好吧。先换个小件，先休息，好吧。这是结我的账，他必须给我说清，结我的六十账算什么？都要打他的。在家了啊！哎，弟弟，在这里。啊！哎，你眼睛长出来，就戴眼镜来了。我给你磕头。两步。啊，我给你磕头。两步。我跟你家说好吧？啊，我跟你家说。来，喝一个高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这是他这几天给我的名气账。这个交给你。啊，给我的名气账，有些我没有买。拿箱水果都给我记上，是吧？他究竟是什么意图？这叫暗箱操作。我在这个武汉14年以来，包括胡队长在场，没收过我一分钱，连根烟都没抽过我，包括检察员。今天呢，我发觉那个年轻人不对头，他坐到我儿媳那个车面前，卖一杯鸡一杯酱。目的何在？进出的水果摊胖我4倍那么大，你咋不记他呢？他手里腰缠人马1000万，你咋不记他的账？我一个70的老师，我接受不了。说，你是拿到病的还是他集中计生？不会吧，李队长？你怎么让我们说呀？啊，不说。你自己跟我说的。假知道了，要我跟两个人说哈。我不说了。我现在你要跟两个说，你要不听。我不听，胡队长。就你说的，我跟你说的样子，不管哪个说，我不听，无所谓。我不听，你必须给我写个书面报告，安排到我这个生老病残家庭了。这还得了呢？这上面这家伙肯定是。点头的时候不是跟人家找位置，人家不同意，你要听我说吧。我找位置。你们能办得到不能？我找到不说找位置，上边的门面一平方分要1000块，我出得去。你说一说，你要我不会给门面，我就是个摆地摊，随便搞，不就是个死门？我要把跟你的啊，你记住说老头子的话，老头子不会死。来，他可以说，你不能说。你一说，他就把你。我不听你的。你看，这有些东西都是我买的吗？这个小人做那个都赚了一笔钱。他又没得房租，又没得么子租金，然后店也不要钱，他我给你搞了。他一年，他一个月可以说少一点，可能不是要给2万块钱。你不搞下来的话，不是给你好处的吗？对不对？
你上边的，你请你上边的抬棺椁了，你一捧这些米。走了，走了。几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身体好，一点点都不赖。我们发长城的。他能够说三个小时吗？服务员呐，我看你们喜欢冒充说啊。那我们是听的嘞。嗯，是啊是啊，你们两个休息一下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我是个普通老百姓，就这饭呐。苏大林是起一个烟都在电视剧上。这是。不要理睬他。我儿子母办，夜晚给你领到车上跟他走办。哎，这地方晚上也小偷小摸还是有的，逮了两回了。还有这个生意，我真是笑不。说有人，哎呀，我说一乱七八糟的，哎呀，今天考数学考了第三名是吧？阶段第一名，第一名怎么操心？从小都会自己反正学习这一块儿操的心。你们家都没炒肉的呀？哦，你下次做汤。今天炒啥好吃吗？有肉就好吃。咱打了光吃，光长得肥了。哎呦，我之前瘦瘦，你非要说你能瘦干啥个，多吃的多吃的。现在胖了以后，你要说我太胖了。你多大来的？一个月就来武汉了。那时候抱着他，哪有几个印子？那时候只有六个月、七个月，抱着来的。在哪里上幼儿园？也是在这里。不过他对外地小孩跟本地小孩，完全都是不一个层次的。你比如说这个，甭管你学习好坏什么的，他说你们过什么节呀、带红花什么，外地小孩没份儿，都是本地小孩。嗯，他不是分的内地和外地，他分的是好学生和差学生。你肯定是。我小学成绩好一点，一直都在前三名。哎，好好学，争取考个大学。哼，人家说是什么是幸福？这就跟家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很幸福。哼，这就是幸福。我的要求不高，有晚饭吃，很简单。
这样的，昨天刚起了冲突，我们这两天就安排人在那里晃，在那个个药店那里摆个牌，摆个台子，斜面就是他的水果。每天自己别个买一些谷哈子，大概的有几多斤苹果。那他就第一不穿制服，是的。第二个呢？第二的话，拿一杯报纸虚。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有个桌子，他打把伞，然后上面摆的就是那个二大清凉的那个传单，就相当于是在帮招生一样的。然后他记录的时候也要迎宾的，这样的话，然后他就没。就要那个理由，就每天盯着那里，盯着那里，每天也不要考心了，估算，估算呀，行，找个什么？行，袁泉，好多叫袁泉。哎，袁泉，我记了，还有苹果，你写个 B， 或者么是梨子啊，写个 L， 这样的。好吧，我紧张，知道的，就装着这，帮忙招生意。他把这个事情搞了，好吧，这个蛮重要的，好吧。那个方向好像那里背后有那个占道经营的，麻烦你们过去控管一下。你那干啥？我叫吴建道了啊。卧底呀，老乔乔，靠不了几年。到哪里个卧的？你们都晓得的。今天就不慌，今天主要是表现局的那个招生天，好吧，偶尔几两米都可以。哥哥，你在抢啥？也不要多啦，有一个女的她买我了20件衣服，显然是挣得多一点，但是有的出去300块钱一多，5块钱，好的。7.8块是胭脂霜，6.4块。朱公子，请你如此。他加了一个请字，李红点点头，仍旧坐着。但振衣而起，也不起码跟你连麦，听没有？不信。啊，不信，不信，那一样的样子丑的了。如果不打架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过就是跟在身边嘛，你现在不以自己的一大媳妇。王大明，到此先坐坐干嘛？咋的？历史重新改写。老爹，老师他星期六无聊，制了5张表。学习公约，同学公约，啥用啊？还有那个什么早操公约，还有那个眼保健操公约，什么公约都有。前两天开家长会，那个经济不能把是那家长管到，肯定不能，发现了坚决不行。学校有没有谈恋爱的？没有。谁敢呢？不能，不知道谁敢。我老家我们哥哥们的学校，像家中个铁门，次次考试第一，次次考试第一，某某都第一。谁呀？就是你那个二舅们那个姑娘，儿子。你自己都告诉不要跟别人比，你还在那一天到晚的说，你买东西也是跟别人比啥比？写错了。这个是3块5，那个是10块2块。花钱2个。啊。我今天孙姑娘在学校。这个期考试，放假考试，前几天考试，夺得108名，108分，夺得第一名，第二名才考了103。第三名是70几分啊，我70多分，他说没必要是吧？我只希望他搁城市能安家落户，找个婆家，我都心满意足了。这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
住过点近了的。有近点的。近了大概有20多箱吧。那他真他妈卖得好快。他当然。他生意好了很。他没有门面。我搞了5000块钱，我没弄的话，我记了哈，他卖了1000多块钱吧，1500块钱。是成本，连本。一共的销售额。我们要了解他进货的成本。哎，真的好，苹果1块钱一斤，青华估计也就是1块都不到。长山梨是2.5一斤，我就打包说说，只打一半，得半转。刚才我来把那鞋子看了，哎，啊，你们做那个调查研究，他一天生意哈子几千块钱是吧？3000块钱，一个月他就是几十万。那个有门面的，这个走来卖命他，他完全都是属于包的，他现在不属于贫困了。有以前骗局没得同学，到现在每天获取暴利，获取暴利之后还在我们执法人员围攻谩骂，是不是啊？撕毁我们的执法文具，这个都我们都记录在了。这个人我们觉得我们要以法以规来。这个礼拜五吧，就是26号，对不对？把这里下单子，就是下单子的时间。我们下了外发，他继续不整改。11之后，我们对他进行通知，我们要调离了。就是说，他现在占了其他面积，晓得不？就是他的面积冇得样子。就这个，他没有反映他现在的这个占到面积。那就还在量是啊。现在很简单，但是你要还是讲一些成果的，并不是说不讲成果的，知道吧？我们也就是说不惧怕他闹事，但是我们也要问你。你来了，今天我也不会接单子，我不会讲你两面子，我不会讲你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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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报警吧。我们局的，哎，你是个苍蝇，你别动啊！那我动你了，我动你，老子跟你玩的，你动手接着往外面踢，你今天完成，你要死了，你打烊了，打烊了，去别家家藏行啊！你们把我弄的，你千万不要动手啊！我跟谁干的？报警，再报警！甭管你屁股，直接干掉吧！甭管你屁股，直接人翻脚干掉吧！我要翻掉的，知道吧？你在家翻掉，人家是老汉子，不是残人。等一下子，不，你今天还执法嘞？你执的是啥法？那非要搞不可的。别动，别动。老子碰着，他碰着你了，又过年。这都是群众老板的，好。你，王老师傅，你听我句，你也休息一会。你怎么敢安逸？走。你小心，慢一点说，不要这么急。他晓得分寸的，他不是那个的，他只是为了引起围观，让别个同情他。他就是想我们打他。像这种钉子户，那是属于牛皮癣，像治不好一样的。就是故意每天来找我，就是给我折腾死了。他就是给我往死去折腾，我今天去折腾。这个婆婆在监狱，我们每天，我和婆婆只用吃的西药、中药。婆婆的药费得50多块，我60块。我的药费得肯定得吃药得10多块，房租水电得30块，我不吃不喝得120块了，每天开支。学校，我的药给你加好了，端来了，这就开始。你看这个吗？别喝你的，凉了你冒，别喝你的。
开你想这趟树，原来都是原来是人行道，现在变成广场，没有说那他是合法合理的。王子方法与民同罪，为什么他们是领导都是合法合理的，我们这老百姓都不能合法合理了。我们占道只是残疾人为了生活，为了自食其力，是吧？买了25的，今天邮费2块，给你们三块吃饭。去年也不如我当家去年。那从哪个位置开始去年？这都是今年8月21号开始。站到静安，你是说那个王天成是不是？你单子都没下去后。是下不去，他是死了，他不配。死了你们收箱没有的？我要看的是哪？就把那个光盘拿过来。8月25号是一次啊。就这个噻。有两，有下两次。你叫我车上的周局长，幸亏了，不然你这跟局长没关系，我是做了以后办案去玩一下。你跟他说，他就扯了别的，就是拿过来看看。这拿绳子怎么的？这是我们吃。就在现场。吃也不让你们拿。对。真诚了，我交钱去。哎呦，他还晓得，基本相当于他懂法了，证明了。他本来就不少。你这样子啊，我把那个前头的文书啊，我们先跟他连他的听，连他的听了以后，要他签字。他不跟你讲了，你站在他面前，哇，他直接手就跟你抓了，都不行了。不要让他靠近，让他看了以后，他不那个。你不让他靠近，他那个他怎么会像你想的？把这个人把他控制了噻。那我现在就是。不出脾气情况下把他控制了，所以要的平常学法。对常委电话物证经营的无照上犯，依照物证无照经营查询处理办法规定予以取缔，看清楚吗？予以取缔，没收非法所得，并处以2万以下罚款。非法所得。索性取缔啊！这是专门针对这个常委电话物证经营来的。我专门请示那个市法制局的罗局长。好，我晓得，所以不仅不是来吵的，我今天就是。不是，你来问我，我肯定给你打了，如果有困难是吧？你还没什么事情没办理，就是这难那难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去办他这几个小子来的，总不叫我没有办总得八个，我也是送得起来的，我这个程序我了解，人家程序了解，你一步步来办，你是还没办得敢困难，我回去就办，办了你办了，办一步出搞一步噻，东西一点点的拨，什么东西一点点拨，我是一天天拨，从一到难一点点的来，就是一个案情研判，我们实际就是一个案情研判，是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个案情研判，我就喜欢这样子，我们把案子进行研判，最后拿出个方案来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就是目前就是那个了，湖南的。上一有体检呢？还有体检呢？那等于是他是来先搞检查的。是，他完全不。他先搞检查的。他完全。这检查的好噪声。这不存在是简单难啊，这不存在的。这别停。要不然我晚上去量一回。年前做错误。哦，他儿子搞的。错误是在哪里？很简单。明天早上叫袁泉回来，他今天的收据，这两天收据做一个综合给他的，然后他明天早上去量面积，明天早上也可以把面积啊。早晨你不要早点来，要把那个王先生的，因为他早上来一般不来那个地方。7:30就到那个地方去，只量他的面积，量了就走。2014年9月23号，早上是7:30，王天成，王朝阳。这我是武汉市洪山区城管执法局的，执法队员李忠宇，好吧，跟你俩看下子我的证件，然后对你这个水果的这个摊子，给你依法进行这个实地测量，
你看它的水库长度是六米，这个宽度是四米，四六二十四个平方，好吧？麻烦你跟我们签个字吧。老爹过来，城管局来两台了。小号被打的是九哥来的。啊，他拿出来给你签，我签不了。你签不了是吧？我们这市委送达的啊。你这你不签也可以，我们走自己有法律程序。三。这里他跑哪去了？换他呢，他亮他亮。俺说嘞，俺说我们走了法律程序。带一些胡一峰叫他过来。副队长啊，你还没到上班时间呢。但是你们的副队长为什么上班那么早呢？他夜没睡着瞌睡吧？问我们。你的副队长，你的李副队长，你得马上过来。你不能老头子倒下了，只有你过来，老头子我估计我很激动。啊，好。你不要管。哎，你写的没有用，你回来去。我找你们局长去没？你不管我，我死了你行不行？你管哪啥了？我找局长，我找总理啊，没人管我呀。我跟他说的，上个星期跟他说的，这是我们开会，你看，对人家进行公开调查，对人家进行这个位置进行那个处理。你看现在说配合我们，配合我们。我不会配合的，配合我丝毫不会配合你的。我要活，我要生存权，我要治病。我不会配合你的，胡队长、局长来我都不会配合的。胡队长，拍拍良心，你家里若患有这个。父母带着这样的重症，你家里要有个为改革开放死去的优秀儿子，疏通结合跟你安排位置。不回家，你要觉得哪里好，你要跟到我一起回，对不对？哪个位置都有何空之转。换一个位置，我换一条路。我搁这里，我为什么要换路？我搁这里面，你们什么事了？他们是不错过找的位置，找到哪里？找到那个五八幺车站那个监控。移民是犯了，你不要走，你对着镜头。我不走。你要如果有困难，可以和当地政府反映。我反映不了。当地政府会帮助你。当地政府不会帮助。这是武汉，特别以你们这个苍蝇，不会帮助。他只会，他一手拿着刺刀。武汉现在要当大城市，国际大城市。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，我没办法，我不影响任何人。我们地方带来了便利，带来了实惠。那城市也发展呢。城市影响是大的，城市发展。你说城市发展，我再说农民，我扛不住。对，他说的城市需要发展，城市也需要建设，但是在任何大城市，在世界各地，咱们不说发展中国家，就在发达国家，哪个国家？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比利时这些欧盟国家，包括美国，任何地方都有办法。接下来我再重复一句，我再说他说到外观。没有在说，我没有在说。你放屁！你在我们山东的，不说瞎话。你只会欺负农民的，你是共产党的，要能干部，我老把子舔你呀！我还想杀你嘞！你啥才干？你大爷就能吃鸡，你只会欺负农民的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都打了。对。我都给你个枕头。你是疯了！他好人咋敢你个？不要紧啊，我是为我年轻扛得住，只要事情能解决，只要事情能解决，我都扛得住。
他还打你。没人接。你看他容易激动，他的激动也是有原因，主要是为了保护我。老头就像个老母鸡，我们就像个小鸡，时刻就在他的羽翼下。如果没那个老母鸡护着，这个我们这个小鸡早被那个老鹰给叼走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说，首先就是说，我们要确认我们今天上午这个拉子，这个取证是要下的。你们那个摊子量的时候，哎，是开的来还是把它盖的来？盖的。盖的来怎么能证明它是它违法的那个的实施的？但是有照片。今天你们去拉屎的时候盖的吗？今天盖的。那我只请问你，你怎么确定它这一条这不是我的东西？或者这不是违法的东西，你要证明他起码来清理一下。说白了，他在违法的时候，我来取你的人。好，懂了吗？不行的话，把举三的人调了，这个哎。我们新市，新市招的力量。新市就没事调走吗？不是调走，是下文书。调才下文书。不然的话，我都是记了头皮后身。我们决定在2024年9月25号再对他进行一次文书的下达。星期四去指示取证，过来去我就依他的定。老太摄像机四个过一边盯一台，一个盯我的人，一个盯到他的人就完了。我不能打，不能骂，必要的话我就用灯牌给你。我不跟你打交，跟你打交个么子？你们的人就先站在这个地方，我能去。你在其他人马上把他围起来，动作一定要快。一起来自叙利亚东部的极端组织来进行打击。那跟美国一起参加这个空袭的中东组织，把装备都穿得整齐啊！把帽子都戴起来，帽子戴起来，出来，来扣子扣了。好的好的，直走直走直走啊，直走。哇，你们来了呀？我红山区城管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李冬雨，好吧，你这里看得到我的工作证件。你现在在这个红山区罗木楼这个金油坊附近这个摆摊是否属实啊？对。另外一个，你有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啊？摆个地摊，我还没听说摆地摊的有工商营业执照。那就是没有。根据我们那个武汉市城市管理乡的集中取法权执行办法第24条规定，属于场外店外无证经营。现在我们对你这个经营的面积进行测量，3米5，从西瓜到这个地方，这回想不起老子死了，老子这个人来的，就要交给你们。我们那个先不要围观啊，大家不要围观，我们正常的执法的调查取证。长得很牛，妈的！不吃你妈！吃个么子？老子给你拼了！哎，你等吃你等着。交通限制着我人身自由了。你们喊是人，你们喊是人，
你们难道不同情我个70岁晚更衰的老人吗？啊，你们刚丢下了，你们刚丢下了没饭吃了碗，你们就来对付我这个老人。往上去看看，一条街都是白的，收拾我们一个残疾人，我一个挨着挂着，一个老梗子，妈几十个人围着拉头，拉头拿上饭了，你妈你们都是责任。我是个双胳膊残疾，老婆周局长，老婆是个，这是你们患癌症，这是我们自己扎的，只能活5年，活了8年，今年又突然到底点中，综合症中风。啊！说些放屁话！这已经剥夺了我的生存权。真正在路中间的你没管，我这不属于占道经。我们是哪里？我们现在认定了你这个棚地是没有合法所有权的，认定它是违法建设。我们现在按照那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管理法》第21条的规定，限你在9月28号之前，你把它自行拆除或搬离。你找我，我不听，我不管。你想找谁找谁，就这么简单。想收你们收走，我把我们一家都挪到城管局，你们养着就行了。你可以不服，那么你拿这个单子可以到法院，可以到区政府的那个叫什么法制办去起诉或者复议我们。但是我现在我告诉你了，我城管局的决定就是这个，好吧？麻烦你先收一下。不是我的，你找我没用。我知道，是在禁区，我可以留着收打给你。我不管，我们分开家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分开家了，你的户口上面都是一个户口。这样吧，我叫舅。这个社会没天理。来来，就认定两位同志签个字就行，好吧？他欺负我一个残疾，他有啥权利？那是畜生，那是畜生，那是畜生。哎，不动手！那是畜生！你干啥？你别动手！他逼你来打我！你不要动手！畜生！你给我好好说！你纯畜生！你好好说！都是畜生！他早死畜生！没有权利了！我不知道你叫个害你们狗日的！欺负老子一个残疾，欺负一个脑梗，欺负一个癌症，是你爹呀！你们算啥东西啊？啊，欺负一个残疾，这么个卖摊的，是你爹，为啥来找老子？来人，给我动手！来人，刘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刘峰，你走了，不是你妈要的，更要的。我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精神生存的精神机能摧垮了，给我摧垮了，就往死了整我。那个，你们出来摆摊吧。这个今天把货先卖了，那个城管又来了，来了贴个条子，先12号之前拆，不拆的话他们强行拆。我看这条子上是这样写的。
那胳膊疼，摔疼了。我现在就点击他。中间那个八块，这个七块，那个十给你十块，那两把子给14块钱。我不是跟你买的，买的你买的吗？你不要人妈这个呀？你们成天嘛想着俺拖着有累，又熬煎，还活不活的？你看看你这两天的眼神、脸，妈脑子压力最大。这牵扯人嘛，这个孙女在上学，不牵扯这个孙女上学，我们真是妈堂堂别出去了。我本来说死了，人嘛血债长江。城管给我找了一个选街的地点，我想碰那个柱子，我怕碰不死。我就想了几种自杀手段，另一种就是割腕，再一方面就是嘛长着个刀扎心。但是这种死亡办法不好，半死不活，死不了他呼呼我拉走了，咋能展示给群众？你还不说他？我在手镯，你要走了。昨天晚上到一点。你要走了，我不还得给你看台。我上哪都走了，就在这里。也让人妈城管的。他还能给我调到哪里去了？你现在开始收门。你嗓子咋了？我嗓子不说话，不能说话。事出来总有面子，就解决的事。等那么困难都过来，何况现在了。才来买碟子，碟子不行，咱要光买打火机。打火机不行，买鞋子。咱每天那老车拉进拉出，拉了，真是个厉害呀！你不也拉回来？那天刮到刮到大风，买了300多块钱的手头，咱俩回去高兴回来。来。咋的？那有的人就是上来洗吧。那以后让奶了。你爸爸先回去上院护去。车厢的奖品里面装有散弹，120颗拇指粗细的子弹，分为五排，整齐的摆放在盒内。这个风几乎好好整治一下，以后只会变得更加恶劣。是吧？韩当看起来坦率的不得了。局长，就希望你们过去和一起谈一下。好，你跟你老头一起过去。行。领导既然来了没，就把你开敞开心扉的，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。啊，好。明天9点钟就在我们总台那里。行。好吧。行，9点钟。哎，好。好，这个。好。林连长啊，胡玉峰来了。来了，那咱俩到这个9点钟，到这个中队，跟他们局长谈。我不会找他局长的，我拒绝和他局长谈。你去，我是不去了。你咋会又说这？导致我搞到这个程度，没有什么好谈的。那咱俩先同意一下口径，这就是条件，明天就是谈条件。没有条件。我没有给他什么条件，你给我杀了。
我不会坚持和狗管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只有一条，咱再干到明年初，咱还是这一条，咱们统一下口径。我宁死叫我孙子在地质大学这样好的学校，复读初中上万，你找不着我的家，我家都可以啊。你他妈三四十岁的人了，是的。哦，我这个书找不住你了，没办法了。你说两等眼，一说都崩，还得崩那八丈高，崩啥了？崩锅崩有啥用？那老子告死了。你自己崩死了。哎、我没有扔。哎呀，我没有扔。我没有扔。你疯了你？我没有扔，我没有扔。你疯了？我疯了。疯了就是给你东西砸了，我疯了给你砸了，我疯了。砸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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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大大大大大！你这老师真的来了！你这老师，你给表演讲讲看。你是个你也不是，你不是老师，老师不散了。你不是老师，老师有话。王叔，你跟我洗。你赶紧讲讲。啊！一百多块。你行，咱父子今天去找刘子。我都这般穷。谁找你了？啊、我叫你来学我东西了。你一说不要我商量。行行，你以后保重自己，我现在就走了。哎呀，你走你走，你别那书在这发毛。我你姐。在这睡个不行吗？不用了。我跟同学说一起。他紧张，觉得紧张吗？什么事非要到依着他呢？其实我们说于一千到一万，我不想搁这里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。五块四毛钱，随便涨随便涨。我们小王说实在话，人确实对我不错。我最起码我找小王说，我最起码找第一不打我，嗯，第二只要我们好好过，我跟着你过就行了。我就这样说。我也不愿意分占别的摊儿，这个真搞不成，我都到广东去。到广东去，小王可以看大门，可是姑娘的上学没办法。嗯，是墙面的，照着。姑娘自己照的，好玩的。行，我不喜欢来嫁个城市的，嫁个本本分分的，家里边是有势力有钱的，我都不要嫁，不要那种。有钱的看不起我们这种穷人，他因虽然不是姑娘再长好再有本事，门当户对，他毕竟是别人是有钱的，我们是穷，不一样的。数学没有退步吧？没有。完了还能拿第一不能？假如晚上走突然遇上两个坏人，你说你骑个单车拦住你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想一想再回答。大叫一声不就行了？大叫怎么叫？看情况。啊，你说什么样的情况？这可能以后就是生活中会或许会遇到的情况。有晚上就要晚自习了，我们那联系他。你要是问我要手机号，同学问我要的。老师还没问我要不？来，我们随便开始。行了，到年底给你买一个好不好？啊，就买个智能手机。你每次这么说。我买个便宜一点的，不买好一点。你说是买个好的还是买个便宜的？你认为呢？我就买个便宜一点，能用行不行？不能。那想买好的了，那就要等。他不乐意。
留一个凳子你老爷子，他不能让他来了。嗯，哎，身体不好的。听说你姑娘的学习成绩相当好，是吧？今年还行，今年那个数学成绩在班里都是达到第一名。数学好是不容易，数学好，数学是理科的基础。现在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现在在这个他在这块，你看小孩在这是14年，而且是抱着来的。家乡话是一点不会说了。我本来是预计是准备在这个上了初中，给这个初中读完，然后回去读，能等考完高中回去读高中，是这样考虑。我的要求现在没有太大，就是从今年算起，到明年的9月1号之前，不到一年，这几个月时间，啊，尽量把这个2年级，也就是初二，给他读完，我好走人。第二，我想多赚这一年，不到这一年时间的钱，这对我们家生死攸关。走了一年多，我们完成了对你的基本取证，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再可能就是再一个是执法。对那个报亭的事情，我们采取的这种态度，因为报亭是我们允许的，但是报亭是你们占到经营的一个据点，所以我要把据点的根给拔掉。你都站在一起，合法的跟不合法的揉在一起，我们很为难。啊，我们把它作为违法建设，我用最严格的执法程序，我来拆。而且这个程序已经启动了，启动的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也不容易轻易停下来。哎，我正在探着，你不要打电话。哦，你不管，好了好了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我知道，好了。哦，我知道。我。如果往上面挪一点行不行？就是金佛的上面一点，或者是往下面往地大这边挪一点行不行？你回去跟你父亲商议一下，因为前一期我们说要把报亭移一下，你父亲是很激动的，几天都好像都睡在房子里。睡房子里，他认为他不公平，他是这种想法。有些工作做儿子的必须你要做准父母的工作。这今天只是沟通啊，你回去跟你父亲跟你爱人都商量看是什么意见。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是加强互动，尽力找让你满意的位置，看你觉得哪些位置还可以，我就回个中来去跟你来报。所以我就是跟你说的，就是建通在这个牌子里把老头子的棚子放到这里，那就是看这里这边呢是一个小区，辐射整个小区这个位置。再给你看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我们下车来看。行，好吧，行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还可以，到时候可能收入稍微差一点的话，如果你说你老婆愿意出来打工的话，我们也会帮忙联系。你跟你老头子商量一下，就说你过来了，你卖水果养他们算了，是不是？就不要总是想着在农村有很大的变数以后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位置可以，那我就请示要几个，你这样我们多选择几个，拿几个位置一起选，好吧？你们是实实在在为我着想，我现在终于有这种感觉。今年年底我准备回老家一趟看看情况，实在不行转回去也行，我这就回去看看小孩转学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事情做。胡队长今年30几了？35。你比我小。几个小孩？一个。也是一个姑娘儿子？女儿。可以啊。小姐，你这个今上午去谈判的结果，我请出来谈一下。
看盘下去，看盘就是挪到那个，给他挪到那个东北仓储那个地方，但是呢又不能固定的时间长，也只是暂时签那个期限，说那个样子一年不多少时候，咱最好咱找个店租个店。你不知道你才上来买水果的时候，拉拢手开户的时候，最低限的七八个月，过渡期到一个小地方没有一年，拉不住手开户，走啥生意？再谈我去，没有用，你确实这个你说，他说的这说的有道理，这说是本来跟你们这个说不好听，那时候考虑了你家困难，但是这现在这个情况呢，武汉的要就是发展，这逐步要把这条街清掉。也就是这一年半载能给这些清的差不多，都一年半载清掉了，我走过去这一年也是一年的，我现在我穷，他现在中间我也不考虑长远，他现在中间就是咱这个钉子先拔了，然后再好拔。我不是钉子，我是真正的贫穷，这不是汗水出身挣我，我全家的全部家业拿出来，我住得起一年的店钱，我看不得这个大贪官，我都弄个合不过联盟。俺俩成谈了，你要是谈了，我不是跟他谈，老实了谈了，我不是老实。我想请你，关系的说收拾收拾，你回他的家。我不会。啊，你回你的家。我不会，请你，我不想。咱不说咱是一家的，那肯定是一家，那不是一家是哪一家？啊，他们干些啥事啊？他们真干些啥事？走啊你啊！你明天你们把这个药房到底推来了，咱不能够吵出来的。他为了整我，好好开始搞。所以这个李副队长为了整我，把我的周边搞得干干净净、仔细现场呀。明天跟你们的老公说啊，现在这一律都不要摆了。他们是爹地的，十天了他们干嘛？他们十天了他们干嘛？你要留着他收的。他们活了就白了，连条狗都不如。这些人连狗都不如，连条狗都不如。这个李副队长他是取消九大，他整这周边是为了整我，整我。单位的，领导请坐。你这不是个菜场的，你呀，肯定是没出钱，出钱保险不高。我来说个基本的思路吧，就是什么呢？对这个事情要保持一个平常心。我们整治王天成一家不是一个最终目的，我们要站得更高一点看。真正的意义就是么子呢？不是说他这一辈人回不回农村的事，因为他孙子这一辈一定是成年人，回不去了。所以你要从这点来看，就你对王天成和他儿子来讲，他可能还是活人；但他对孙子来讲，他一定是完人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我们的利益就是他要用武汉的思路，用城里人的思路来看不忘谋生。这个事情的话呢，你们在做工作的时候，在规劝的时候，你也要把这个东西要告诉他，要他要考虑原因的，不光是我们考虑原因，要他自己也考虑原因的。你这样闹毕竟是暂时的行为，你是不长久不了的。如实经营，这才是合法经营，那才是安全，那才是最可靠的。啊，你这才是真正城里人过的生活。中午的时候，他那个城管那个队长打了电话，啊，一点钟的，他问那个要那个收入的那个证明，家庭收入情况。然后呢，我说我跟他讲，这几天回去，这要回去。我跟你爸都回去了。那我呢？你哥搁这给你卡有钱，给你钱。好，那我吃吧。吃吧，搁外面买面米去。晚上谁敲门都不开门，还是烦死。你星期几去？星期五的下午上午走。你怎么之前都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呢？今天才确定了。
都是老头啊。都是老头，我说都年轻人都出去了。当时在是在什么工厂在做？五金的，五金厂。都多大年纪了？人家没结婚。23。哦，23。23，风华正茂的时候，一下是一个手没了，他的冲压机这样咔下来300吨，这手咔没了。厂子一分钱不赔，有那个社保，赔多少？赔28000块。当时那个法律不健全，只赔28000。然后回来就接这个活。给有多少地就填多少地，真是便宜啊，收金子。看来这养可怜的很，水太贵，他一个贵，靠他一个胳膊。是你生活能力吧，只能吃。农村是这玩地，他地少，你没地。你说打工的抬这个胳膊来又做不成。皮肤店，你们属于是个零售的。啊，零售。你挑个担我牵着嘛，迎来日出松子晚霞呀，请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有啊，50块的，20块的，啊。他们说给他找地方呢，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有找。那到底是骗人那是咋回事？我就是说，我要问清楚他这个问题。他也。老妈，拿你们袄子回来。刚才在那边带一些东西，这边带一些东西，这里的这一些盘子，把你门口的甩过去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第一个第五条，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聋哑聋或其他有残疾国民的劳动、生活、长期的义务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。都不得超越宪法，他触犯了宪法，他危害老百姓，危及弱势群体。你娃小心，你这个苍蝇不要出去。我过来进不去啊。慢点，给他走撇进去。你把这老头们还回来了？你把这回来没回来？全部都漏雨。漏雨不漏雨？这一下雨。这一下雨，这漏得不得了。都搞下面家具。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。结婚的时候。结婚那个时候贴的那个双喜。他们租不成了。租不成了。再怎么修都没有。再淋两天就垮了。修了没用。所以老头说我们没家了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真没家了。因为那电商老在拍那个鬼屋啊什么的。这就是了。这个怎么样？晚上来，去干净不干净了？生活再艰难再困难，我都搁承受了。人家我捡瓶子捡垃圾。姑娘回来过没有？没有，这里他没来过一次。我昨天就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说跟我一起回去。他说我不回，我就搁这儿。那时候我说城管不让搬了，你家里学上不成，回去上。我就不回去，我一个人搁这儿。奶奶，我回来看一下。
俺们都在武汉，好几年都没回来看，你也不要怪，希望你保佑我咱们一家平平安安，保佑你这些重孙女重孙子都健健康康的成长，争取能考个大学。妈呀你价值观，价值观，全武汉市市民都要知道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吗？那一定要学会，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必备的。学习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好的，就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。好，哎呀，好棒啊！来，给你一个，认不认识字？富强，富强，民主，和谐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。好棒啊，谢谢。这是现在这是这回去回去开的，开的两个证明，这是一个证明是个特贫户贫困户的一个证明，这是具体家庭情况啊，取了一个具体一个证明。从你提供的这些证明来说，你首先你是说你对于你原先的你父亲的一些，包括你们家庭的一些过激的行为啊，你们道歉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欢迎你们的端正你们原先的态度。这个事情我们欢迎你们啊。王天成是你父亲，对，我们提法叫王天成困难家庭，也是。所以你父亲、你母亲那一块的事儿，他们的意见，你们也应该有个大致的意见，你应该告诉我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对他们进行劝导约束，让他们适当的符合这个咱们的管理啊。下一次我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事情，我希望听到你父亲明确的态度。好好好。你们现在卖水果摊，你们认为基本的面积要多少？你得告诉我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好跟你找地，要不然没办法找。3米乘以4米就差不多。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样子，足够。走吧，回去到楼下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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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这是家长最吃亏的人。有些时候就是没办法，对，说实话，真的是压力最大的时候。每年，光搞的培幼费呢，花好几千块钱。我们姑娘上地大学也是顶出去帮忙进去，一分钱都没花。别人都花1-2万，我们一分钱没花。啊。顶出去帮忙，我们进去的。你要没有武汉是这里多好。现在挺好，好好考虑一下，这个事情真管用。就像我刚才说，你说的东西，你们回家得商量。现在毕竟解决的是你们家的事，是解决你。也是解决我的管理上的。公公怕儿媳妇，知道吗？哪是人？星期一都开始停，不停不行，我要再去看看耳朵，小王也不舒服，也有病，老头又成车，你把咋整？这天天找事，你也累，你看你自己发高兴，你看你自己受成啥？捐钱我看城管能在楼上这一条街，我一个月不做，我看他给他管成什么样。如果是全部都还在办，我都再出来办。如果说的对，我们这个停不得了。看天能把这套调停了吗？明天今天我就停止去。
明天今天明天星期五没有，星期六没有。往后再来，不给他吵，不理他，终于不看。我要等上一年、两年，我都等下去。我不会离开武汉，我是强者，我不会做失败者。为什么要拆他呢？我不想让他们抓住你下一步的对策是什么呢？一手打一手抬。为什么要打呢？这个我若还不一手打的话，在武汉就待不了14年。为什么要谈呢？我不谈的话，我就一家人就在武汉生存不了14年。我服从他了，看他能过日子，安置好人。他们若换个日子安排不满意的地点，我们继续搞。我给他丑话说透了。我今天你过来看，连续来看，我保证不出店。这10天内你一定得给我儿子办了，不然的话他们过不去年了。对你们胜了，你们胜了，我们投降，交枪不杀。对，老子说话算。好，我们说话一定算数，只看希望你们也算数。啊，要扔他，啊，估计要说松动，肯定是要说松动。说个实话，阿姨，作为这个安排这个事，其实作为我们来说，都不是我们职责范围，我们是执法机关。既然我们已经落实啊，在落实，我就觉得，是吧？就相信政府，相信党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相信，从开始从了解到相互信任，总是要有一个过程。啊，是。全部用那个彩礼的话，能做。这卷还没有请来用。他们说的都是。到了。好的彩礼。哎，看那个工资都搞得高升升的，那边插电的地方都安好，两个卷闸门，走的好漂亮哦。哎呀，这回真是这副队长啊，这赵局长们，这政府们都真是关心了。是这三层四的棚，这里面这上面还有个吊灯，
有这边这是那个安电站的地方。这个代价不低呀、啊！准备给你装修。一小袋两三万。城管下真大本钱、啊。搞得漂亮极了，我看看，真是我激动哭了。我单身的时候是地方有人没，我走起都着慌。俺这到三，要是不让我着慌了的，俺这到小区，要一天什么没人，等于什么各个什么乞求。有人也好，没人也好，政府给咱安排的，咱先走。走成了，走不成了，都是另一回事，先走。你现在先玩地方。啊，对对，这里是个，对不对？走一步看一步，失落的什么拉出来溜。对对对，还有个，我是不讲你从前的，我就他不要我要出家去。申请书是怎么样写的？写这个，咱沾到经验，确实给这个城管、和地方政府啊带来不少的麻烦。绝对不能不出店，不出店，不出店经验。啊啊，就是这些。这几条你都要写上。以后咱对俺尊敬一点，看见我了尽量不说话。哪里走不到？我杨帅，应该本性难移。我听了一会儿。本性的武汉市政府共产城管，本人王朝阳，一家人伤老病残，来自于河南，在老家由于生存困难，无奈起家来汉，依靠摆地摊维持生计，但摆地摊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诸多的麻烦，我郑重表示万分的歉意。今后会严格的遵守城市法规，配合城管的工作，做到卫生整洁，绝不出店经营。最后，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，向武汉市政府、洪山城管表示万分的抱歉和真诚的感谢，给了我们生存的发展的空间，让我们向着中国梦迈进。你是这样的人，那因为他写的这种东西呢，比上一次的搞好了啊，对他们带来的麻烦呢，他是表示了反复表示歉意啊。他现在有歉意这个事情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，可以陪他继续抓的。这个有个情况跟他汇报，所以那天呢，我就把王天成的爱人带到了汉南，我带他去看了下子我那个停棚的样子，看了之后。他都非常，就是有不经意就表现就很感动。胡队长，你有个事情你没得考虑好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在这里不是要他感动，感动不是目的，要他服从管理、配合管理，就是要他逼着他自己思想发生转变，这个今后我们才能管得久。如果说他指望着等到我们来搞救助，那怎么搞得好呢？服从管理才是我的要的，他再受困难，我们再去帮忙。现在目前的赵建成还是不承认，不急。按我们的思路来说，这就对了。你不来得空，我们希望他以后把这个钉子绑回来，那我不是一个庄，看了吗？县城里那个棚子，按照我们强制的方案，应该已经到期，是今年已经过期了。主动权已经都在我们手上，我们这回可以通过撤围，啊，强迫他搬迁。多多保佑，让城管办事说话算话，不要忽悠我们。你们事先可以跟周边的商户打招呼。希望不要违管，不要起哄。跟队里说，工人区那边么子都请好了，你就提前一天把电一接。我们今年这个，小弟，这个钱。这好好的，对。
自己从他身上，我的家具没事没事，他不会动，不会动，不会动。把地方又给他们抢了。啊不，我认的，10年前我都认的，10年前我都认的。人家是困难户、困难家庭，这个初衷我们一直没变，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，最终要靠你们自己。按照人家今天的这样的配合的态度，问题肯定会有个很好的、很圆满的解决。你要相信我。其实我真的说要别干。兄弟长，咱们说两句。我是胡。哦，胡弟长，咱们说两句。以前我给你当个小朋友的，但是呢，以后咱们为啥翻脸了？这个注意安全的，这注意安全的。行了，你家的棚子要是掉下来，你刚滑怎么办的？不掉，我的意思说，你现在就要考虑什么呀？你现在这样，我就会对你们的承诺，或者什么是，或者什么呀，你要放眼光放长一点。不行的，好不看我在这里磕磕碰碰，我非常喜欢武汉，我宁死到死到这，就不跟我碰死，我要死到这，哪里黄土都埋的。到哪里去玩了？游乐园。花了多少钱？嗯，花多少钱？88。啊，88。可以。好不好玩？还行。好刺激，我这样我都吐了。摩天轮在哪？不是摩天轮。啊，有太空，坐的那个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，我看着就恐怖。我本来想不玩的，但是有几个比我胆子还小的女生都去玩了，我能不玩吗？站着吃好吃。我只要想站那个肉夹夹吃。努力拼，努力拼，就像颗螺丝钉，艰难险阻也不怕走。
曾经一样，梦想非常美丽，却被现实当作一帮修的红旗和红旗，也找不到想要的东西，守着自己磨练自己变得更加锋利，就算是经历重重困难那又怎样，那都为了梦想的那颗心依然滚烫，拥挤的地铁体现出了每个人的梦想，背包里装载着对未来的向往，吃着外卖充当工作的机器是为业绩，或许这因为爱情，为了要生存也是为了自己，外卖昼夜不停的奔跑，但都是为了温饱，